你看，你说你胖了，你能不能减减肥？你说你现在啊，你胖了一瞅就这个，屁股撅着，肚能的，小手一挂都一抬，你就这型，一走到就这个。看着你看现在我这体型，嘎嘎看。哎呀，就像你说的，这句话你要不说，绝对不好使。哎呀，不行，就是摄像机录着呢。这没关系，不放咱内部资料。不说是不是？不说，我现在打电话，我就告诉我发微信，我就告诉你。你打吧，不玩。现在非常迷茫，你说你们俩都喜欢我，我到底该选择谁呀？好吗？选我。我也，你俩都挺优秀的。让粉丝们定吧，选择选李小李的扣三，选择青莲的扣二。你看，你说你胖了，你能不能减减肥？你说你现在啊，你胖上一瞅就这个，屁股撅着，肚能的，小手一挂都一抬，你就这型，一走到就这个。看着你看现在我这体型，嘎嘎看。哎呀，就像你说的，这句话你要不说，绝对不好使。哎呀，不行，就是摄像机录着呢。这没关系，不放咱内部资料。不说是不是？不说，我现在打电话，我就告诉我发微信，我就告诉他。你打吧，不玩。现在非常迷茫，你说你们俩都喜欢我，我到底该选择谁呀？好吗？选我。我也，你俩都挺优秀的。让粉丝们定吧，选择选李小李的扣三，选择青莲的扣二。